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用手去拉它出来，用绳子拉它出来可以吗？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？我只要这样子，我第一次这样抓着它，对，它把它让它下来，对，然后它就好了。OK， 好，那只要你确定就可以哈。好，好吧，小心。好了，你看好了，没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这样子做到以后，你带他出去，他就不肯出去，然后你就得要把他抱起来。我就把他抱起来。他出去的时候，他站在地上是四肢僵硬。对，摸来讲的话，只有你可以摸吗？目前是这样子。目前只有一个。后半段对，会转过来咬人吗？转过来咬人。到时候他整个习惯了你了以后，那时候在半年后、一年后摸都可以，我们不急着现在去摸他。没关系，用他最小的那个，对。对，没有关系。让我看看。好，哎，慢慢。他流口水。是啊，他。90%的，对，只要这个东西能够每天做，每天做，每天做，它绝对没有问题。哦、very good， 棒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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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刘，你的权威在哪儿啊？快点啊！用作弊的方式。Good。他也会在那边排队的哈。对 ，Good。太棒了。你看，哟，还没看到。Good。对啊，他们两个怎么都会你看对啊，欺负你对啊，糟糕。